人，还不如一个外人。我是带着雪儿一起走，还是放在这里？带着我又怎么找工作？放在这里，他们会对他好吗？贝贝，我和你嫂子又吵架了，我现在搬到土房里那里去住了。那么小的房子，什么都没有，你爸怎么住？就是睡觉和做饭都是那一间房子里，油烟比较大，就是没事，总比跟你嫂子吵架好。知道了。我这样子不正合了他的意？身上就几块钱，爸妈那又去不了，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？张马新，赶紧离开我家！你还在这里干什么？这是我家，该走的是谁？